鱼哦，是完美的三上三下，那这就是会粘上的粘土啊，钉鞋上面。这一季哦，富兰哥是拿过五次的救援成功。真的是蛮黏的，卡在鞋底了。嗯，我卡得很厚。对啊，因为刚刚练头的时候在牛棚区啊，那是户外的练头区，所以同样的也会受到天后的影响。嗯，哇，有机会防守，直接收掉。哇，这球出速打得也很快。哦，这球打得很好啊，嗯，但运气不佳，进到范国成的手套。这个角度如果让他落地，就是长打了。嗯。好，有机会收球，又是一个出速很快，但是黄胜伟把球给控制住了，解决掉了代打上场的陈文杰。两个出局靠守备帮忙哦，都打得很强劲了。这球打得很强，胜伟就想办法把球控制在他身体的范围，所以用单膝跪地了，就是要稳稳控制住这颗球。收球，哇 ，nice play， 精彩的防守，从范国成到王胜伟到李宗贤，三位内野手的优异防守挡住了中信的反攻，那肯特拿到了本季的第五场的胜利，5-11，艾斯特吞下了本季的第3场的败战。